好听无？啊，带一题用伊手中的长笛，甲大家分享伊信用的感受。那所来用真短时间，吼，用伊的嘴来述说，伊是遐得到因得个体验。哈利路亚。哎，歹势，我较袂，我讲台语较袂练长，所以我还是讲国语好啊。很开心今天可以就是为主在这边就是做见证，然后就是其实上大学还蛮就是我是主修钢琴，所以比较少吹长笛，然后就是借由这次机会才又把长笛拿起来这样子，然后感谢主。然后我今天要在这边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见证，其实这是就是今天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的。然后就是我在前几天就是礼拜四的晚上，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身体就不太舒服，就是有就是我的生理期，然后我就是每次生理期来就会很痛这样子。然后就是那一天就是刚好又是整天的课，就是下课回去已经8-9点多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晚上突然我的头好痛，就是痛到就是很像快要爆炸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很想要就是很痛，然后痛到很想撞墙的那种感觉这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办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啊，我去吃止痛药好了，可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的止痛药。然后后来刚好就是教会的老师他就传讯息给我，就问我说我最近好不好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下我的头好痛好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好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。然后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哦，我的头真的好像有比较不痛了。然后祷告了一阵子之后呢，我祷告结束之后我发现我头竟然完全都不会痛了。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因为就是根本比止痛药还有用。因为我真的以前就是很痛的时候吃止痛药根本就都没有用，可是我发现我们天上伟大的神他真的是万能的医生，就不管你是什么病，就是你都可以跟他说，他一定会医治你。然后我当下真的太开心了，我就是真的很想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开心的这个见证这样子。然后我很感谢主，就是这么疼我，这么爱我，然后让我知道我如果就是有什么病痛或是有不舒服或是有困难，我可以跟他祷告，他就会帮我。然后就是我也很谢谢我教会的老师就是替我祷告。然后因为在雅各书的5:15-16有说到说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会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我们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祷告，然后神都会垂听。好，然后我今天就是在这边做见证，然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。好好，伊真心对神有体验，我相信咱在座的朋友，咱若愿意的话，咱嘛会当体验到这位天顶的真神。那说来，玉田要带来第三首诗歌，我必亲见荣耀主。伊看到，伊嘛体验到啊，相信咱嘛看会到，体验会到，咱将时间交予玉田。